本期讲解一个2024快手掘金打法，小白咬鸡轻松上手，单击日入50以上的一个项目啊。我们这个快手掘金项目操作非常简单，就是通过打标签的方式让广告进入到200广里啊，然后再内转提升手机权重，从而达到看广告开金币顶包一直连的效果。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可以学习养鸡提升权重的方法，进而达到提升广告开包的收益。项目操作很简单，不限人群，多劳多得，可以批量操作，也可以推广赚取广告收益啊。单机日收益50以上，多个手机操作赚钱更多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项目实操、变现方式都详细的讲解。这下载之后整套课程就是四节视频课程，讲得非常详细啊。做了就有钱赚，赚个零花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而且不浪费时间，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操作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快手掘金打法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